冰火五重天。哦，今天要跟你讲的这是生活篇。生活篇为什么跟戏剧有关系呢？咱人人生就是安尼，衣食住行以后。娱乐上介重要，啊那较早吼看电视，甲即马无同款，即马电视各种的综艺就无足济，但是唯一电视看袂到的，就叫做歌戏，啊佫看袂到叫做编剧惊戏，啊所以真侪吼属于即个国粹的，其实我们都没有看到了，啊无看到以后吼，真侪人就对伊无认识，就你即马有出来演的什么棉花糖，大家才会了解，啊即个较无出来演的吼，都爱靠来去看舞台，哦即个拢是舞台的好手，来介绍一下，首先为你介绍从月下歌舞团到这阵正港舞台好手，欢迎小咪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甲咱介绍歌戏有两个导演，上界出名，一个叫做甘草的陈聪明，一个叫做赵文虎赵老师，赵老师也是我的老师，我的老师较好咧，即摆阮赵老师已经去伫咧天顶伫咧做老师咯，所以对伊非常的怀念，但伊教出来好佳哉有团，团这个查囝太厉害了，赵慧君欢迎伊。咪咪姐，也祝咱的好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慧君啊。都甲咱介绍的这个，伊即摆也伫咧《何乐歌仔戏》里面哦，伊无演戏出来，伊无演角色的，啥物货吼，只要角色交咧伊的手头，伊逐项甲你演，互你足正样的，这个是还有够够。欢迎吕雪凤，欢迎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郑红，阿郑红。都甲咱介绍的这位就是正港，咱的国父。孙中山先生，因朋友哦，伊叫做老状元，伊正讲是歌戏的国父。普通人若做歌戏，做任何团体，是可以愈来愈大团，可以赚足多。这个是做歌戏破产，钱开了了，哪有这款这空的人？但这就是咱台湾的艺术，就是有这款的人在这，非常的尊敬伊老状元、老团长。团长啊，你本身听讲你袂晓演歌戏，你袂晓做歌戏，你袂晓唱歌戏，为何做歌戏团呢？哈，当时啊，做无意中入去广播电台啦。啊，我在研究研究，啊，台歌戏无人做。哦，当时的歌戏台北有七间戏咧演歌戏呢，一摆拢十工十工安尼。哦，一直演啊，干那电台无就对了。啊，电台无。所以电台歌戏案例开始甲处理了。啊，所以我是讲，啊，无我来叫歌戏，我来组织歌戏团，是安尼来啦。啊，所以你团的歌戏团叫做啥物会啊？九龙歌戏团。九龙歌戏，哦，九龙我听无着，因为我无遐老安尼啊。按倒位呢？我都正兴歌戏团，到正兴，正兴歌尾下迄个。迄个杨丽花一团叫做啥？天马，天马，哎，天马歌剧团啊！啊，再我会记迄个啥物？啊，个七仙女，七仙女有无？啊，七仙女，小丽歌剧团，无演员，大行家己穿。哇，再我会记，都有这条，这嘛歌戏腔吗？是冇？对啊，歌戏变调啊。所以你们这款曲拢是三花咧唱较济啦。啊，真正迄个意思是迄个歌戏团的主题歌。对。我拄仔唱的是第二句是唔对的啦。但我会记啦，我这个年岁一定有听过。那是七仙女。七仙女小路歌剧团啊。啊，真正啊，你也不是你小路歌剧团呐。啊，你也不是坐位，你来知？你知我是四八，你知无？无，我跟他知你。哦，我唔知啊。七仙女小的歌剧团，无演员，大行家己穿，哪有？有人客是真啊圆满，那无有人客都上啊圆谈。我互你，我互你，即摆你唱到有，唱到够有正样了吼。我问吼三位吼，你们都是歌仔戏世家，不过吼小咪我知影，伊刚开始你唔是演歌戏呢，你是月下歌剧团内底，还演小生，演咧小生，月下歌剧团的伊个小生咧行路干了无？宝冢歌剧团的行路，唱歌吼，伊就讲唱，比如说。比如说江水东流，一去就不回头。是安尼啦，是落叶水。是安尼啦，来行来来来唱一下，来一杯一起哈。江水东流，一去就不回头，就是落叶时候。那一去就不回头，啊，等下就要摆布了。唔呐，安尼尔，伊毋是做小生尔，啊若做，你阁有做迄个跳芭蕾舞诶？哦，芭蕾舞。啊若芭蕾舞，你拢安怎跳？嘿，芭蕾舞都是安尼啊，哎，踏脚啊。即个芭蕾舞啊，伊只，伊只，他真的什么都会。哇，
厉害！哦，这只小鸟，这只小鸟，即马已经变老鸟，即马六十外了，我跟你讲，真厉害，超厉害耶！哎呀，跳舞呀，跳舞呀，跳舞呀！这个够会当做老段，要做老段，恁骂人迄个嘴型，你敢知？比如我你先啊叫白冰冰开始甲我吵了呀！你那叫叫我骂人啦！哦，伊咧骂，那骂互骂拢会受气对无？可以骂到大家足足爱笑，足古锥的。我互你骂，你甲我叫白冰冰啊，开始骂，预备起！啊，你这白冰冰来吃吃，要叫我念念念念。我看你的节目啊，拄好这个黄湘玲的相处哦，你可不可以跟他闹鬼？你鬼啊，也不是底下那拉啦，屁股开啊，嘿，屁股开啊。我准备要看看你什么人要劈了，结果无敢一个劈，无人劈，真正那个有法度吗？水水，哎呀，烟斗啊，强爱，哎呦。对不？可以骂到大家足足爱笑，足古锥的。我互你骂，你甲我叫白冰冰啊，开心的。预备起！啊，你这个白冰冰来吃吃，要叫我念念念念念念。哎，这个嘴型弄不起来，要如何弄得那么快？我的嘴很会讲话，但我弄不了那么快。你后边爱倒一个电池，爱倒电池。我这倒好，你无管。来，我电池甲你预备。起来！只要高嘴的吼，好请坐，请坐。啊，不然为何你来出来演歌戏咧？无啦，其实我伫十四岁之前嘛是伫歌戏班啦。因为阮老爸老母嘛是做歌戏的。哦。唔好学歌戏。啊，为什么家己做歌戏，无要学你学歌戏？因为迄阵吼，会来台戏吼，较辛苦。吼。啊，惊讲这。囡仔来台袂辛苦，外台风吹雨晒才会辛苦。来台就好个呀。哎，有时啊，若无观众看吼，真正啊，无票卖无啥会看到可能。哎，啊，有时啊，一家伙啊，拢几十个囡仔。啊，所以你何必去演歌仔戏？你阵艺下歌舞团、达团拢客满。啊，我会记得我迄阵吼，对一个朋友叫做哈鲁啊。哦。哈鲁啊，即嘛着王星啊。迄个哈鲁啊，是我爱看艺下歌舞团的。啊，我原来最爱看，我着带人去看吼。因为对伊有一个好处，他有特权。可以到后台去看他，要去电影的，搁排队呢。我记对面排第几个？无啦，阮咧讲是爱走摊啦。吼，因为阮拢是到四五点才会用去回客嘛。啊，你观爱伫观众席后台袂当入去啊。啊，即马譬如讲你即阵要找我，就四五个啊。啊，遐嘛搁四五个。啊，都爱等。爱等啊！我会记，阮来算第几摊，我有去排着呢。小影明啊，去排着呢。爱走摊。哎，阵我会记，哈鲁也是买啥互你食？伊拢买水果较济啊。水果呢？啊，买水果就会使见面啊，唔是讲提金仔来才会使见面。因为真熟啊，安尼哦。伊嘛是我作熟的朋友带来。啊，熟识安尼就无效呢。就讲，我卖提食，提金仔来，我才跟你见面。无啦，冇提金仔的人啊。冇提金仔来啦。啊，不如提较过，迄个排时间，金仔会排30分，啊，水果会排10分。系啊，啊，佮有炖鸡啊，啥物炖鸡排15分。安尼就才好势，啊！你迄阵台条小咪想出名哦，就是真正最棒的台柱，干嘛又要演歌仔戏？其实嘛是咧较合啦，啊！就迄阵迄个艺啊都收起来的时阵嘛，啊！我伫走餐厅秀啊，因为以前啊，杨姐杨丽花伊就嘛真爱看艺啊，嘛真爱看我，嘿！啊！伊就是敢若讲我伫咧艺啊时阵，伊无多请我出来啊，啊！伊知影讲我艺啊收起来，拢咧走餐厅秀，啊！就有一阵。卡合啦，拄好迄个时少年有一阵休困，啊伊就去邀请我参加。诶，啊，但是你台顶拢咧做小生啊，拢做安尼活，拄好伊招是安怎？做这個，哎，奈想着叫你去做小段咧？我内面嘛是有装查某的啊，我啥物拢装啊，妖娇啊，对，好棒哦，啊，我叫门说红啊，恁爸爸妈妈拢是正港内行的，吼。啊！你三岁迄阵，讲落来上台表演啊？是啊，啊！阮老爸老母因拢伫咧下港的啊，伫咧中南部的啊，趁食较无啊。啊！你若对戏班出去，囡仔拢是食公司迄卡大卡饭。
啊，你若拄啊好爸仔母较有上轿的，人就袂甲你轻视啊。所谓上轿，就是做男女主角的一种。啊，对，阮妈妈做苦差安尼，啊，因老母是苦差，阮老母是妖妇尔。妖妇，妖妇就做歹查某，我互你死啊！阮老母是妖妇，妖妇嘛算真厉害啊。对，啊，不过阮阿爸是真大轿哦。但是阮阿爸人嘛是看不起。为什么都大轿，咱看不起？啊，因为一世界人。你可能欠人的钱啦，欠人钱，自然人看不起。对呀，对呀。啊，所以阮若对住身躯边，若要去底饭创啥，人拢唔互你歪伊啊，拢爱用吃五斤鸡啊。啊，食饭也袂使哦，食饭咱跳叫囡仔去边啊，安尼啊，叫做五斤鸡。会哦，啊，我用吃啊，所以你若像阮的生活吼，自细汉就养成一个习惯，就是你看有才调做啥物，对这个集团有帮助的，做无钱的，你有咧叮当，头家咧哦，你食饭，伊就。伊就欢喜哦，你食，就会叫你囡仔去边啊，就袂安尼。对，吼，哎，我问团长一下吼，古早会去做歌戏，拢总是家境足可怜的才会来吗？那是早期吼，那就较困难的啦。啊，但是现在无一定啦。啊，较早拢囡仔拢白起囡仔，敢毋是？对，拢白起囡仔。敢有人提囡仔？毋是提囡仔，无提囡仔，带囡仔来白互你，啊，讲一年偌济安尼办？迄应该较早是有加减啊，拢有啦。你有白着着？无啦，我无。你无白着啦，我无啦。头家无头家，伊整团的过程，伊毋是整亚台班。吼。啊，那像来台。嘿，伊就是广播剧团、电视的，都较无这种的啊。啊，恁老公白过啊？较早阮妈妈来台迄吼，都有白起囡仔。对啊，迄就是白起囡仔。伊即摆白一堆吼，啊，过来训练迄落扫西甲个有无？有时啊，外口因人洗扫，因迄个洗扫人扫个。嘿，啊，那正好会晓分的，讲一百，袂晓分的五十。对，啊，佮有迄落开演前吼，就是爱演照。大家演奏迄个视觉，演奏先考一寡。我有印象，所以恁咧团迄阵会记绑一个囡仔，爱几年，爱偌济钱？看，敢那无三一定咧，爱看三年、五年、十年的嘛有。三年、五年，我迄个十岁迄年，阮老爸跋书教，甲我带去要绑人啦。讲好啦吼，十岁迄年要绑人十年啦，绑到二十岁啦。安尼介绍才讲三千块啦。三千块，十年，一年三百块。当年的三千块，唔知在你厝无吼？真济呢，迄阵三千足济呢。哎，安那阿辉君啊，是随恁阿爸。恁父亲、恁阿爹是导演，不过你自细汉你并无去别人嘛，无做歌戏，你是下拢毕业了，我即摆听听吼，我才发现讲你做好命呢，嘿，我做好命，好命，你无去别人。因为吼，较早阮妈妈，阮妈妈有咧做戏，阮爸爸嘛做戏，啊是尾啊熟识刘先生了，才甲阮爸爸带去广播电台，吼做广播的歌戏，做了兼迄个广告安尼。啊，伫咧戏班的生活，我变啊想想，我听你安尼讲，我知影讲吼，是大人真正对我足好诶，我毋捌食到戏班饭，自细汉拢毋捌我。敢若讲甲戏班有接触，啊是一直到我十七岁时阵，我才发现有一个感觉，就是讲，为什么阮的士大人甲一般的士大人无同款？因做这种套路的，无法度照顾到厝内面的咱这个囡仔是谁？那对这足好奇的，但是。比如讲，人若咧提起讲啊，恁爸爸是导演哦，咱阁做一样诶，做红星诶。那么安尼一个套路，互咱诶感觉就是讲，到底伊诶魅力伫倒位啊？还是讲，是大人敢若为着要趁钱饲咱？所以你还蛮矛盾的哦。爸爸不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不能一直陪我，但他又是人人很称羡的导演。所以可能是因为安尼，这是一个真大诱因，在互我讲啊，我要来去。深入去了解歌戏，迄阵我嘛正讲叫做半路出家吼，伊叶青叫我去演蛇郎君，一声就让我演女主角啊！是的，哎呀，伊袂晓唱，你袂晓比安尼，我哪会记咧唱吼？哦，表兄的倒位啊，啊唱着拢无比安尼，啊人就啊人叶姐就讲，啊你唱着比着哦。表啊，就会跟你比，就袂跟你唱，会跟你唱就袂跟你比吼。啊，到尾啊，佫有一站吼是，我拢演好啊。拢影拢落好啊！啊，有诶歌袂晓唱，爱搁学安尼。啊，叶青就讲，规气我叫回骨啊，甲你无后代唱，所以有规出的拢你甲我代唱哦。那时候为什么我不能唱，要你唱？为什么？毋是因为咱迄阵录音的时间很急迫啊，紧急啦，足紧急。啊，叫半暝去录，啊，我足无闲的啊。啊，叶姐就讲啊，有一个声甲你真同款，我叫伊来甲你录，我拢想买，阮唱歌才好听。那是我咧，结果播出来，哎呦，比我较好听。无影啦，你声怎？
也不体验呐。真的，你唱歌伊偌好听嘞，来即现场唱一个，我听一个。我最爱听你，我最爱听你唱一个。好，拄啊小咪安尼，小邓姐，我换你邓姐来唱一个。我唱啊，啊你唱啊，对啊。哎，我兼比，还佫兼你的身段。是啊。身段偌水嘞，嘿。我来唱一阵哆嘛，阿牛的哆嘛。啊，赞赞。多亏。用心定，笔尖挥扫，五百擦冰。简单了吼，会足够的。我拢咧学你，安尼信过来，还佫兼信过去，安尼。所以你的声，佫会 Q， 佫会软，佫会大声，佫会赖。实在袂歹，夸奖夸奖。谢谢。哦，谢谢谢谢。啊，然后咱知影戏班伫咧训练真辛苦，唔是干呐唱念尔，唱念的叫做文的嘛，啊，佫有舞的，所以文老文段，佫有舞段。啊，那舞段在那劈筋啦，啊劈腿啦，拉筋啦，唱腔啦，身段啦吼。哎，嘟嘟恁三个。拢懂的，吼，三个因两个较老哦，规个那较袂哦，嘿，因为你无靠你阿爸跌着，你阿爸伤少哩，应该就甲你跌落就对啊，吼，啊，这么下迄个六十外，起码也有法度嘛，这个拉筋劈腿可以啊，你还可以哦，大家在。你这小的练基本功的呢，一束都不是运动啊，真的哦，你这么做运动，啊我硬就硬啊，哎我跟你讲哦，像我无劈腿惯习，就我咧从啥拢劈袂过。啊来，我有在五六点起来拢。我一边看你的节目啊，拄好这个黄湘玲的小戏子哦，你可不可以跟人闹开？你鬼啊，又不是底下那拉啦。劈不开啊，嘿劈不开。我总比要看看你什么人要劈咯。劈啊，结果无敢一个劈。无人劈啊。你咧讲到到地面，出个那你看来。真正六十块，有法度吗？你有法度吗？有啊，可以啊。现在真的还可以哦。真的。来来来来，安怎劈安怎。来，甲劈来，少一个，少一个计费，安怎比价才劈落？呛呛呛！哇，水水水水！哎呀 ，M 刀啊，强！哎呦，哎呦，厉害！哎，一准嘛。好厉害！好厉害！哎，安尼背起来无？我来甲你看，背起来无？啊，水啦！哎呦，你来看，强！啊，那就搞啦！哎，等，我过来过来。听讲你今麦要发多，一支安尼夹咧，甲夹起来安尼。听讲要发多，好来好来，预备起，水啦！小郑，哇，你好啊，用一个，我用冰冰姐，我用冰冰姐，啊，无咱，无咱老，我今日老太久，等下等下放久啊，你卖刀强，卖刀强，等下哦。好痛呢！哎，这个真的要每天练，至少要三天一遍。哎呀，是啊，我减你几啊岁呢，真憨笨。人伊连刚刚咧食冻的啊，足够足够，好啊，今个该拍出来啦，搞死人啦！会人讲筋啊软哦，寿命就长，所以你会活咧到百外岁也唔少。谢谢谢谢，多谢你的经验。百外岁，拉筋劈腿，身段对你也是小事，但是叫你记大事就大代志。唔是啦，其实唔是，我是当阿去养蛇遐的时阵啦，因为我较早咧艺校无咧念大事的啊。啊，拢念歌词，我拢是唱歌做剧啊，一句话都没有讲的。啊，当啊入去电视的时阵哦，你叫我背口白，我真正足困难的。啊，咱阁唔捌字啊。哦，你迄个是啊，你即马拢捌啊，敢毋是？捌啦。啊，尾啊，你是安怎拢迄字吼？啊，只桥倒去，只桥倒去，啊，认好清楚安尼。对啊，家己爱认字啊。莫怪，才有一个歌戏吼。哎，我想讲，哎，要演这出要做啥？原来演一个母亲的猫。我想来演母亲的猫。母亲的猫，伊讲无啦。像阿姐，阿姐因伊大礼拜甲月下都足高尚的呀，吼！你看人伊唱歌，伊较酸啊，嘛个阿个戏的。哎呦，你看人讲来到伊个提金仔来吼，会使回客半点钟啦，第一点会使回客四十分啦。我看偌大点，四十分呀，这规工拢低调的嘞。
一个母亲的猫。我讲那演母亲的猫，母亲的猫，伊讲无啦，我演母亲的手啦。手这边，手爱翘这边，伊个下一边，我字的关系啦。哦，啊，慧君啊吼，你唔捌练过这基本功，啊，听讲为着这个歌戏哦，安尼苦心工，每工困无两点钟。唔是，困无两点钟是因为迄当阵我拄啊打学校毕业，啊，因为国中甲。敢若读高中袂用个啊，咱咧阁读高中啊，啊，但是迄阵叶姐因歌戏开始咧训练学员啊，着对，啊，嘛打要做去啊，啊，咱一边爱读书啊，啊，那时候我念的是补校着对啦，补校读四档啊，啊，所以你时啊去录影，暗时啊去上课，啊，所以天光了啊，阁来录影，所以差不多一工困无四点钟啊，辛苦。啊，困无两点钟，还是为着要练一阵舞戏，就是要甲小生拍照唱。哎呀，咱完全袂晓。哎，落爱要夹目，啥叫做夹目？就塞目尾安尼。对，爱垫。你甲我注意啦，爱怎安尼？嗯，啊，就开始垫嘞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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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咱自细汉就伫拢伫歌戏班，啊，我都讲过啊，阮迄个歌戏班，阮是属于较低级的，较艰苦的。啊，当然咱做迄个歌戏，咱家己会排斥嘛。啊，佮较早路边戏啊，人看足无的呢。像阿姐因伊大入啊，佮艺下就足高尚的啊。吼，你看人伊唱歌，佮选啊嘛，佮戏袂。哎呦，就因的戏想，啊，所以拄啊，大粒呢。拄啊，若讲来到迄个提金仔来吼，会使回客半点钟啦。啊，一粒会使回客四十分啦。我看偌大粒，我四十分呀，这规工拢低调的咧。你看，哎呦，哎，真的是。五克拉吧，不止吧，哎呦，差不多三克拉啦。哎呦，那这吼，我给你规个月啦，我已经给你花啦。但是恁今麦，恁的迄个合作戏箱哦，在我们现代的话讲，叫做粉丝啦。嗯，粉丝也是各种阶层都有哦，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而且为你们哦鞠躬尽瘁。你甲看，本粒影片。都啊无伊啊，人规定都啊坐在迄个所在啊，你啊咧甲你翕相啊，你啊看，坐咧涂骹，你啊看伊是坐涂骹，往下拍一点，往下拍，所以伊规定是坐涂骹的哦。为何啊？哎，恁三个是倒一个？啊，何洛哦，恁三个是何洛的，原来因三个是这个国父的粉丝。对啦，对啦，我才没讲。啊，你也未唱，也未念，也未唱，哪有这种的叫嚣在做粉丝啊？阮这头家哦，人普通头家是拢有囝儿是谁在做戏？嘿，哦，讲比如我家己的查某囝吼来搬来做小生，伊拢无呢。嘿，所以伊培养人才是培养足济，吼，伊培养过，咱大家讲济，唐美云，对吧？你有讲上头啊？对头，我唔知。杨丽花，杨丽花，杨丽花是你培养的，还有叶姐，杨丽花是阮阿珍的，叶姐培养的，我咧面前都是阿公啊，哇，厉害啦！这拢是杨丽花伊栽培，对，所以爱讲伊的资历，因为阿叶青伊栽培，哎嘛是我的师傅呢，还有刘青。刘青嘛，伊栽培，黄金英，伊栽培，这拢是你即摆，黄香莲伊栽培，你即摆念的唐美云、桂纯美、柯阿芬，啊，搁张秀琴阿牛啊，张阿牛啊，嘿，卢雪红，啊，搁我小米赵慧君，大家拢有，你敢若无栽着白冰，你拢毋捌栽培，我去英国英模。甲你怨叹，我无怨叹你的原因是我的敬佩哦。较想要伫咧歌戏这条路内面行到这么艰苦啊，但是这算伊对歌戏的一个心意哈。啊，但是歌戏到底有多困难呢？听说吕雪凤哈，哦，你本来唔着讲为了歌戏安尼生活无好哦，啊，一切人看无，咱就歪演啦，所以去工厂。啊，工厂听讲又被排挤哦，再倒转啊。是我。十三岁吼，十三岁就一边做歌戏，啊一边做顶头，啊一边带工厂。但迄个年代拄啊，咱台湾吼进出口上好的时阵，各所在拢有加工区，啊用着去做镜啊，因咱无啊带工厂，无啊带几个月啊，做镜啊车镜安尼啊。
啊，不过嘛是遭那个遭到排挤，因为咱不是大鬼啊，伊嘛知影讲啊，这奈无逐工来，临时工啊，临时工伊嘛是咧做歌戏，所以那压根就看不起我们。我做过几项头路，你知无？啊，歌戏免讲啊啦吼，歌戏啦吼，空乐队啦吼，啊，迄啰敲头啦，小工。哦。我敲头你也有法度，啊，你一粒仔囝尔，干那迄支沙雕你嘛也无法咧。照敲咧敲头吼，敲头敲敲咧磕头有无？人迄顶悬一个师傅咧抹壁无？啊，你即马人伊抹壁，伊即支来拄去，啊，你个头壳咧。啊，你紧砍互伊砍。爆落去哦！嘿，我那爱学，你爱够教官，爱够烂，你若无教官，那就扑落去，烂透啦，个阿文头都惨啊！咱都咱做足忝的，阮做的时阵哦，一工的小工只，伊个顶悬工头开落是800，但是人因互咱甲咱抽200，一工剩600，尾啊拢袂用哩啊，去学买洗头毛，要收去手洗甲烂去，无，那有通手洗甲烂的，就算有功夫人啊学啊。记名去吼，阮阿姐甲我等下，伊讲你在学西雅工吼，啊去，哎，我就爱做去，吼，啊在学。头工去过来就是一直做工课，伊个三楼主街扫涂骹啦，扫涂骹，扫涂骹，啊以前无迄个雨台，无洗衫机，洗面巾、披面巾、洗衫、扫涂骹。无头工互你洗头，无头工洗头。迄阵学功夫拢都爱三年四个月，即三年四个月是袂使领薪水的。啊！你若一声就甲你教，你会晓，你哪咪就走。对，你学伤紧，你就会偷走，以前会偷走嘛。了解，我终于了解了。对啊，啊，所以逐项拢袂用的。啊，所以不得已搁倒转来，嘛是爱转来做歌。所以你也是适合做歌戏，因为歌戏内底你逐项会啊。我当阿李美杰啊，头一年嘛无拢无跳舞啊，嘛是伫后壁砌草球啊，较早拢除草球啊。啊，后来为什么可以有机会变台柱？就是有一边呢，就是机会，就是讲，阮有一队舞，拍大鼓人师，边有两只狮仔囝，吼，啊，讲迄个狮仔囝破病，叫我上台，欠一只，我就去你甲人啊咯，人甲欢喜甲放出来，我有舞人跳欢喜甲，结果也无看到面啊。啊，不过你迄个认真的型，班长都看到，都欢喜，就甲你升起来，未来拢做师。跳迄娃娃舞，娃娃舞是从做细汉嘛，啊跳迄大头红啊，啊滴迄大头红啊，嘛是无看迄面，嘛是欢喜噶，拢是先跳的。阿妹啊，阿妹啊，有一边就是讲一个姐姐吼，那唱在旁边唱歌的嘛吼，啊就是敢若讲有那破病嘛，吼，做爱做爱，所以伊阵，伊的囡仔少女时代拢期待每工有人破病，你哪做爱啊？你哪做啊？今天有人破病无？啊，是西哦，啊，算了，啊，先生，我破病哦，看迄个主角破病无？你也是我那主角啦，迄就是唱歌主角破病，恭喜你，恭喜蛋掉啊！结果人迄是大汉的，有三人像我做细汉的嘛，啊，人我迄阵细汉有咧走人啊死啊，我家己拢遐游装去啊，啊，就是随时 stand by， 阮老师有讲，你家己的衫游装起来，叫我出去唱，啊，怎啊出去啊？一个主持人甲我讲，啊，你要号啥名？我头一遍方看到面的，你号啥名？名是你家己号的，无啦，我都讲我唔知，我唔知号啥。在你嘿，我就出去的主持人也好，小咪小妹小咪小妹要怎调着？怎调的？啊，但这是小妹尔，为何变主角？啊，就是安尼渐渐一直增加，搁再换新节目的时阵，老师感觉讲你会唱，看到伊的才艺，咱就甲大叫跳，搁敢演，搁乖，搁乖。我老师上听乖，嘿啊，搁未注意后辈想要偷家己啊。我来问咱一个国父老传统吼，歌戏吼上风光的时阵。甲即阵一切拢较浓哦吼，因为电视无半出嘛，拢靠在舞台伫咧演嘛吼。啊，你足侪钱吼，拢因为为着你的理想，甲你要爱深爱的文化，你钱拢点啊开了了去。我记有一阵啊，你妈呢经济逐项嘛真辛苦啊吼，啊，就是爱靠大家共同来将即块文化安尼甲伊建起来。啊，这么辛苦，你敢捌想过讲啊，我袂啊放弃，捌想过无？我唔捌咧。为何咧？啊，我想讲歌戏吼，咱也无推动，啊，别人也无咧推动，啊，都消失去啊，你要无啊？真正你要无啊？所以吼，这有影确实也好加载有力安尼啦。无啦无啦。哇，啊，迄个即卖吼，即个歌戏因为演出的时阵，拢较少查甫的嘛，查甫哪咧演咯，拢往那粗叫的，粗叫意思演歹人较济，所以小段较袂去爱着歹人，
啊，因为小小大小生拢是查某的，查某拄查某，所以拢无机会通去熟识查甫的，所以才哎放眼看去，敢若一个叫做素芳也有嫁过，剩咧这两个吼。不是，即马无婚姻咯，唔捌嫁过，真正唔捌嫁过，嘿，啊，这唔捌嫁过是因为无机会，还是关系的关系？不是啊，我以前在艺下时阵，较少有男朋友。哦哟，有男人会喜欢你，连修仙安尼。但是那时候因为你是台柱，大家好欣赏。对对对，啊，因为终归哦，那刚刚。查甫嘛是有会啊嘛，他会急嘛，是，好，他会结婚，对对对，啊，我唔是唔肯啦，你嘛知，你也去看个啊，是要看啥？看小咪，哦对，啊，所以你为了个啊，放弃迄个查甫，啊嘛是咱兴趣，个啊那是结婚都要离开个啊，为什么？我们都规定啊，安尼啊，迄阵啊卖规定安尼，你唔得婚姻的，应该是会啦，哦，我那可能我那嫁到头家啊，囝都袂啊啦，啊，你阵啊唔去嫁头家啊囝，啊，迄是缘分啊。哦，就是安尼是哦，你若嫁到头家仔囝，这团嘛袂煞，哦，可能佫继续一直演落去了咯。哦，啊，那赵慧君是安怎？是有缘，是无机会，还是你家己已经无爱嫁啊？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咱做工课时间甲人无法度配合。人若讲要去啉一下咖啡，要看一下电影，哦，歹势，我足忝的，我昨暝拢要落到下早起，嘿啊，啊，或者讲伊讲要去看电影的时间，我即阵拄好要来录影哩，时间定定拄着安尼，啊，久来了，人嘛无兴趣啊，啊，咱嘛想讲啊，随缘随缘。啊，哥吼，那正常的家庭，有时啊，因的家长嘛无一定要爱伊甲演艺界啊，吼。啊，你即马有啥物条件无？我的条件就是吼，我若讲到歌戏，袂使说不，吼。哦，这一定爱，你一定爱看歌戏，这一。啊，我若咧唱歌戏时阵，你耳也袂使甲我暗起来。一定爱甲我水啦，我无奈这妖娇啊。干来这两项条，两项就好，我就简单嘞。啊无，啊，搁一点就是爱友好。友好，啊友好，你若爸都无伫，像你的母亲啦，吼，啊一个母亲代理，吼，就爱友好一个。诶，咱咧戏班内底拢查某会较侪。啊，演歌戏安尼对啊，加班吼，哎，小段嘛要牵电线嘛，拢牵小生，安尼牵久会不会弄假成真，爱上小生会不会？慧君啊，其实不会呢，为什么？当然在阮做也是去。不过你是我先讲我，我咧甲叶姐吼，咧演蛇郎君的时阵，我会爱上他咧，我会爱上他，因为他眼睛很大，然后他演一个很爱我的表哥。啊，不是，他演那一条蛇啦，他演那一条蛇，他变成人演，他很爱我啊，结果伊呐很深情哈，伊来这是爱演我无爱伊哦，我爱阮表娘，我无爱伊哦，啊，但伊呐伊我叫做酸芋啦，伊就讲酸芋，啊，我就本来我是爱，哼，我拢爱哼的较济，我哼了后爱搁叫表兄，这个无爱爱迄个对无？啊，你要想我讲哼，迄个哼几下拢 NG， 为什么？因为伊就。酸哦，你来目睭安尼，甲你放电的时阵哦，应该我按我无爱着，我特别哼咯，哼袂落，哼袂落，想要用喘的，你知无？吼，我迄阵想讲，啊，我好加在干那该改演一出，我若改演第二出，我一定会爱着叶青姐姐呀。嘿呀，迄阵爱无着。袂啦，阮咧演戏的时阵吼。在当下吼，一定爱，一定爱对有感觉，你唔知道我都有迄个情绪的表达。啊，结束就可以离开了吗？可以啊。啊，所以，啊，所以你唔捌去爱到修行？唔捌啊。啊，阿咪捌去爱到修行无？我本身本身不做修行啊，我可能有。你捌去有小段爱到无？捌啦。耶。捌啦。足侪小段爱到伊，为到伊相拍，扭头站。对啊，那什么小段戏迷嘛是爱，对不？戏迷一定会。是安怎？我提鸡母汤来，都无你提酸辣来，你都。你知影，我以前也是谢幕，拢穿个鸡母汤。就是个，就是个。我那伫个舞台顶，我拢是徛上上中个嘛。啊，那咧再见的时阵哦，我只要若讲你是观众。哎，阿咪啊！我若再见，我来看你。看一个哦，迄个生气，隔壁迄个生气。不是，你都。这个就丢掉，迄个就败啊，就败去啊。我就败去啊，我就想办法去后台提金马甲。卖甲你看超过三秒，你迄个就忘记。真的，迄阵你把我把酒拢卖算转你百位，我甲来一直看你，然后再见。啊，你小看安尼，你本来再见，看多一个看起来较有梦，一个较有钱好了。看下了，看下，弄安尼再见，弄笑笑了哇。啊，来甲隔壁阮那董事讲，哎，你看，迄个挂酸啊，隔壁就变一个。
笑啦。啊，人迄个喂，你还受困？人迄个足爱你讲啊。迄个就忘记了，真的，迄阵你把酒量卖算转你百位，我刚才一直看你啊，再见。你的小寡安尼，你本来再见再见，看多一个看起来较有望，一个较有钱好。你讲冰姐，硬买。好，所以不管即摆出来珠宝真多，有人买珠宝，我袂去看遐，我先看啥只。弄安尼再见，弄笑笑了，安尼甲隔壁阮的同事讲。哎，你看，迄个挂绳啊，隔壁就叫一个标记的哦。哎，啊，嘴叫叫，连隔壁迄个呐，标记啊，嘴标标，拢在讲笑啦。啊，人迄个，喂，你还受骨？人迄个足爱你，看看。对啊，就是阿妹，足爱你。阿妹来，你看，哎，你看隔壁就叫标记哦，啊，嘴拢变酸的。哎，连家会再讲话啊？哎呀。哎呀，我嘛会使吼，来啊！迄个叫啥话咧？对啊。你那孙子到底调调？我伊个看，啊，迄个孙子你叫我调调。那你都来后台了。捌后悔行歌戏这条路无？捌。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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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捌。我嘛唔捌。我若无因为我捌去演迄出，到现此时，我无法度好问遮个人啊，因为有迄个经验，所以你要叫我从啥演卡，我嘛会，对无？对无？老的拢嘛你也不要看着我。对啦，这个嘛你啊，这个早期的歌戏吼，是小生是十步的演的，还是有迄个戏迷吼，啊了后才引起家庭纠纷，啊舆论吼直直攻击，啊所以。那是日本时代的代志啦，啊！才命令这歌戏拢停起来。哦，啊！了后有，了后一寡传我规个拢用查某的，我拢用查某的，我来演好，啊！才阁可以演。哦，啊！就是遐个爱小生的查某人，害这个查甫袂当阁做歌戏安尼。所以啊，查甫去做歌戏，拢演歹人较侪，演到面灰灰灰啊！哇哈啊哈哇哈哈哈！老生啦，收不回来。那么出一个杨怀明袂歹啊。哦，杨怀，人伊要演小生啊。对啊，拢演小生啊。伊咧唱歌敢若评剧咧。啊，伊都有小歌。啊，即摆三个拢咧教戏，敢毋是？是。啊，请问老团长吼。嗯。即摆经营歌戏团，你看因即摆一个出来做老师啊，表示一定敢若歌戏团这份食无饱。食袂饱，对。啊，就你经营也较困难呐。你话要做一出戏，都安尼排练咧规半年咧，佮服装、逐项布景，每一摆拢爱总换掉安尼吼。啊，你都有偌济票价，啊买这物件来，而且服装你也唔囤足济，你有囤足济无？800,000。800,000，所以未来，比如讲，阮若需要租服装的时阵，来甲你租，敢有地租？我是无啥要租人啦。啊，你会使租人加减赚呐。做人哦，迄个出片吼，来创歹去。啊我，你就较歹遐拍出来做人。我迄个服装啦吼，也是讲迄个 DVD 啦吼，也是讲遐个剧本吼，拢总大概2-3千万啦。吼。啊，迄若是讲基金会成立，我拢要捐哦基金会。哈，要捐哦。我家己拢无要留半仙。即款的文化的物件，袂使靠高一个人啊，对啊，辛苦的硬撑呢。啊，所以我成立个基金会，我是要请一寡较少年的，较。有意的吼，是讲出钱的嘛，是对这个有意思要经营的，啊无钱的吼，这个人才都真好，演出也好，也是经营好，咱哪能甲演？啊，基金会已经成立吧？阿未？阿未，才伫要，即马才要筹备尔。筹备尔。那好个人遐济，企业遐济，你无去甲招一下？遐吼嘛是，我有我的想法啦，是讲规个拢你要出钱吼。啊！了后，这个基金会都弄好迄个，你弄伊掌握中，弄伊掌握中，弄伊咧左右，啊，无照迄个理想哦，咱嘛无。叫做无菜去啊，是啊，嘛无菜。啊，今仔日应该是有任务来，那无法度邀请到你老大人在厝坐个。笑问你今仔日是有啥物任务来咧？无啦，我这个10月15、16、17吼，迄歌戏的演唱会啦。我这演唱会是真罕咧举办啦，较早那像伫中山堂有办一个小型的歌唱会，啊，我即个是将遐录影带吼，我有二三十出的录影带嘛吼，啊是讲想讲十五吼，
啊七八出的录音带，吼啊这出的录这出的录音带吼，因遐因遐的拢主角拢有参与伫咧嘛，啊像讲小咪，加上讲伊演啥物叫嚣，啊迄个内底的录音带伊真满意。啊！伊就讲伊要唱这站，吼，满意的迄站，甲捡起来做啊，是啦，那较早能够接下去啦，嗯，哦，所以每一个人来拢接一个，接，对啦，啊，提一站来唱，啊，要唱的时候，迄个叫做罗阳大金木原来会出来，所以哦，这是头一摆，唔是唱歌，唔是唱流行歌，是唱歌戏的演唱会，把每一部戏的好看的部分给它截下来，就演一个接下戏，等于你看一张票。去买票，啊，这买票了嘛，对吧？对对对。买票，咱看一出戏，等于你已经看二十外出的故事剧了。正在倒位演，在那个永乐，啊做。啊，永乐市场布置啊，迄个高楼大场嘿，大场大场厅，迄原来是教馆的。对对对。那你莫走去台视的对面那间哦，不是哦，永乐市场布置啊顶头，迄个是高楼啊，高楼高楼高楼的社教馆的永乐市场的馆。道城戏剧馆，因为大稻埕古早是咧咱台湾台北，才是上界闹热的所在所在。啊，即马因为吼，一切拢闹热按东区去啊。啊，即马大稻埕因为遐规个阁有一个卖中药的吼，规条街啊路吼，所以你会使较早来。较早来过，会使去街仔路遐行行吼。要表示伫化街。你遐中药店的拢会感谢我，我也不甲你收钱。你会使遐行行咧，行行咧，啊，怎吼？过来迄规栋内底布置啊哦，足俗的布，来布置啊做，哎呀，工钱阁俗，店内底顺耍做做的，啊，布置啊，你来感谢我吼。看寡伊安尼，正门的票价拢俗俗安尼，敢毋是？上贵的偌济？票价那是。一千二啦，千二，千二八百，上贵的才千二尔啦。啊，去看工会的上贵的六千，看一个工会尔，看一个工会尔。最后你看规团的有十个无？有哦，有啊，有啊，十个以上，十个以上，正人拢会唱，到底外口唱来，先甲演一出来来看，小米甲石慧君先来一段。今日哦无安排，这个无叫演一个，过来过来过来，来你原来念一底啊衫来演，阮看一个安尼来。我无迄个啥物，无因个迄个迄落，所以我唱歪了。唱歪啦，唱歪。因为这个要做老师，认可不到，认可都爱来。我唱歪可能就我都老师那我都对着往对，啊那无就清唱。哦，是哩是哩。我徛在阮这团长旁边，我就是你爱干呐。团长你爱干我。真歹听，我来了。好来，啊，一人感谢冰火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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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顾从天，感谢咱冰冰姐这样出来伫咧替阮发言。今仔日这个歌戏的国父坐踮咧遮，予咱看见。现咱希望有好节目啊，在眼前，阮卡拄食冰冰姐哦，哒啦哩啦啦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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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哩啦啦，讲伊是阮
这个国父的爱干。啊，是哩。可见，阮坐伫遮这个国父老状元，实在是无简单。无简单。虽然伊伫咧社会贡献无几项。无啊，有哦，足侪项哦。不过伊对这个文化歌戏，伊是一个大高人。是哩。首推一个上界大的国宝杨丽花。啊，对嘞。连阮彬彬姐，这个王牌跟你嘛有关系。所以嘞，对，咱要来讲实在话啊。回归正题，咱本月十五、十六、十七，伫迄个大稻埕的戏院有咱的演唱会，希望大家来小交陪，你都甲看阮吼，这个老先生这么济岁，这么啊辛苦坐在遮，我拢无啥讲话，所以甲咱邀请大家，希望来甲阮支持，来甲阮相迎。到时十五、十六、十七，伫咱迄个大稻埕，阮演唱会甲咱交情来欢迎。来，到时恁一定爱行。哎呦，感谢哦！我讲就是到了安尼，啊，凊彩念两句啊，都有啊。所以，朋友，你若是有兴趣，我听讲十五、十六这两天的白天，可以再唱卡拉 OK。对，卡拉 OK 就是歌戏的卡拉 OK 哦，很特别哦，而且里面就会有歌词，跟卡拉 OK 同款，有歌词哦，恁看呢。所以你若兴趣，你听我家己哦，一边看一边唱安尼哦。对。基本无等啊，才四岁，你个目睭点好调，歌词卖袂记哩吼。另外，听我甲做动作，你就是迄个王宝钏，对啦。来过过戏，真的。蛮难得的哈，我是觉得，刘中原刘团长刚才伊讲的老先生，这么有心哈，刚才这个心意，咱身为咱台湾的一份子，来支持咱台湾的文化，都应该爱来甲捧场一个，一张票才千二块尔，一家伙啊，若四个人来才四千八尔，啊五个人才六千尔，啊六个人才七千二，这条开落去，你才是爱台湾咯。